记者涂莹如台北报道。幸好男人代表邱杰凯与台北101 Table by Gastro Joy 的西班牙明星主厨 Editor Omega Gayo 金20与台北内胡斯厨现场示范 Now 系列刀具，示范在家轻松做西班牙海鲜面。邱杰凯认为，就烹饪而言，最为困难的就是备料，于是他对于刀具十分讲究。正因十分喜欢德国工艺，在使用过德国双人的刀具锅具后，便一试成主顾。邱杰凯表示，平常很少制作西式料理，下厨多以中式料理为主，对于有机会现场学习西班牙海鲜面感到兴奋，已迫不及待想回家煮给家人吃。现场他受西班牙主厨考验，现切透抽，他不疾不徐的一刀画下，一边赞美刀具锋利时，也不经意透露自己其实平常蛮怕处理海鲜，因为海鲜总带有一种容易粘黏的感觉。虽然这么说，但话下仍透露出平常就会在家下厨的新好男人性格。接住主厨要求邱杰凯帮忙切柠檬，且还是要带有花样的柠檬，他也轻松完成。主厨满意地说，你被录取了，可以来当我的二厨。邱杰凯则打趣回应，我在家都是当大厨。本次德国双人新品 Now 系列刀具，其出自于意大利设计大师 MacDill Dunn 之手，开发缤纷多彩的意象，并结合了品牌优良的传统与坚持的实用功能，让厨房刀具不再只是切割工具，也是厨房的时尚摆饰。三种色系拼色刀柄，灵感源自天然食材，以蓝莓色、石榴红与青柠绿三款色系为主题，诉求料理的天然风味。邱杰凯出席德国双人新品上市记者会，与西班牙大厨合力制作西班牙海鲜面。德国双人提供，西班牙明星主厨 Editor Omega Gayo 满意邱杰凯的表现，说可以收他当二厨。邱杰凯不服的笑说，自己在家都当大厨。记者涂莹如社 Now 系列刀具拥有色彩鲜艳的刀座，上半部使用天然水取岑木制作，搭配另一半以桦木为基底漆成的明亮的水果色，为厨房氛围添缤纷亮点。德国双人提供，德国双人独特的 Fryouder 冷锻工艺使得刀面具有出色的柔韧性和抗腐蚀性。PP 防滑材料结合人体工学设计的无缝连接手柄，握感踏实，让人轻松驾驭刀具。德国双人提供，